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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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
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军区军事游戏办公室的唐主任，以前呢是特战研究中心的工程师，可以说他是情报、特战、双料专家。今天就由他向你们授课情报术这么特殊的课程，大家欢迎欢迎。 小唐，这帮小子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唐部长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上课。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我们刚才正在进行反恐手语的训练。反恐手语？那你说说手语内容是什么？你。 授予内容是什么？说呀。怎么，作为一个军人，连实话都不敢说吗？报告唐教员，不是不敢说，是不好意思说。不好意思。这是课堂，说。报告唐教员，我不能说。我命令你说。刚才。 我们的反恐手语内容是：发现女性一名身高1米70，还学会目测身高了呢。谢谢教员表扬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呀。是。 他们推测，你是 B 罩杯，我说是 C 罩杯。别笑了。报告。说。啥 B 罩杯？啥 C 罩杯？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？报告，唐教员，我们必须这样目测。理由？报告，唐教员，当人质被匪徒劫持时，要考虑一切可能影响狙击步枪弹道的因素，尤其是女性人质，胸的罩杯必须在狙击手射击弹道的考虑范围，总不能一枪打了吧？
是我踹你，不是教员踹你，是被你侮辱的女性踹你。别说我干部欺负兵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是，唐教员。对不起。红细胞特训班了不起是吗？参谋长的掌上明珠是吗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既然你们精力这么旺盛，那我们就换一个上课方式，全体起立，搬油桶。以后就由我来给你们上敌后侦察这门课，从今天起这就是你们上课的标准姿势。我的课不长，一节课一个小时，中间有十分钟休息。鉴于你们精力这么旺盛，所以我给你们安排了十分钟的业余活动，十分钟马步。五号，上理论课玩油桶不合适吧？你这我就说过唐心怡这个女人不简单吧，你别知道。你们都是精英，都是兵王，我相信这对你们不算什么吧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特殊照顾的。能者多劳嘛。哎呦，真会玩啊！五号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把这女人娶回家，生活充满乐趣啊。我不是提醒过你吗？你就死心吧。他呀，不是你那盘菜。我知道，暗恋是无罪的嘛。你们有坚持不住的，可以求饶。我也很好说话，可以放你们一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上课。敌后侦察离不开情报，所谓的情报是指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，是知识的激活。是运用一定的载体越过空间和时间传递给特定的用户，解决科研、战斗、政治、经济中的具体问题所需要的特定的知识和信息。情报分为三个基本原则，第一，知识性，第二，传递性。报告。说。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没练过武术。下来吧。是。啊。报告。我也搞不了了，下是。还有谁坚持不住了？可以求饶。报告。龙龙，你怎么也下来了？你不是练过武术的吗？要不说你是多牛吗？龙龙首长，看看后面还剩下谁？就你们仨了。不是，我说你俩，这不是哥们一起的时候，下来吧。没看明白吗？小唐教员冲着何振光去的。你们俩凑什么热闹？焦点不在你们这儿，这叫什么？陪皇太子读书，有必要吗？下来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喊什么？爸，你傻呀？说你是头笨牛，你还顶嘴？怎么回事？小心点说话。报告，刚才他们说俺是个笨牛。为什么？因为俺刚才没看出来，不过现在俺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什么？啊！
俺看出来，唐教员，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唐教员。行了，上课专心点。是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，我14岁就当兵，你们这种的我见多了。你们一个个都给我老实一点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上课，进行敌后侦查，离不开化妆渗透。根据对象国的地域和风土人情，对自己进行合理的伪装，以便于自己展开行动。这是一门课程，这也是一门学问。当然，外形的伪装是必须的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伪装。你要相信，自己就是要伪装的那个人。你要坚信，你不是要伪装那个人，而是你就是他。这个高度我喜欢。刚才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？情报搜集、情报判读、情报处理。要点是什么？耐心、细致、认真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耐心、耐心、再耐心。太高了。说的不是你们，是他。上面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报告，高处不胜寒。低个头求个饶，我就放你下来。报告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教官面前不低头。不低头。来，请放上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太另类了，我喜欢。如何判断别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察言观色，旁敲侧击，半信半疑，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何占勇，我这个脑子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唐教员较劲了？我说何占勇，差不多得了，我的妈！何占勇，咱可不能再斗了，再斗下去大家一块倒霉，这不瞎搞吗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何占勇，你说说这种日子还得要到哪一天才算个头啊？何占勇，我们交情大来呀！你还是。